空调调到23度，风力调到1档，温度设为23度了，风量调到1档了。打开遮阳帘。好的，遮阳帘打开了。我好热。小迪使劲听，也没听到新指示，先退下了。我好热。好嘞，温度帮你调低了哦。打开座椅通风。座椅通风已开启。导航到西服。你要选择第几个？第3个。小迪发现当前导航音量为零，你会听不到导航播报哦。我想听刀郎的歌。好啊，我也喜欢听这个歌。
消失。